谁先开始？我用你谁先开始？你碰我干嘛？不，你谁先开始？你碰我干嘛？谁先开始？来碰我啦！谁要碰我？那我们再来看达人的EQ如何吧。我也看过你的车，你也没怎么样。紧张吗？紧改很喜欢，很幸运。当然不紧张，车不紧张。有真有道理。尖叫机啊！那就是知道撞到了。回来，过来的麦克风好不好？我没有喇叭，他不能收音好不好？过来一下。那这个要干嘛用的？啊？我到等一下是什么？什么东西？你好啊！不然先载我先小指挥一下。到来拿遥控啊，好不好？不要说大家没事，遥控器不用拿。不要急啊，先站位置就好。走开啦！雌雄胜过了，十倍了吗？什么雌？雌。哦，昨天的那个啦，昨天。应该被洗掉了，跟比赛一样。手机先关掉，手机先不要玩，玩到死。看到死，还玩玩 Candy Crush 哦。哎，李俊，你在干嘛？宋汉，走一下。站中间这一次，宋汉过来一点点。我肚子有这么大吗？哎，等一下，那个中间，因为我想说，我刚留一个比较大的空间，因为我人比较宽，就留给我。对。可是平常是黄在中间。就是他每周站中间，所以让李俊彦站中间啊，不然每周他应该会怎么样？就这样啊。不会啊，只是因为我知道 Q 点他。他知道，你知道 Q 点哦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我知道。不会怎样吧？不会不会，那就这样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大家好，我是最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最最红的这句话，很合理，对，中间中间中间，哎呦，带你带到膨胀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哎，真不习惯，忘了忘了，再一次再一次，好好好，哦，要数，站久就会了，站久就会了，哎，上位了，好，来准备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最近好使吗？今天我们要拍摄的是十万奖牌。没有先卡，没有有分配了，不是有备了，但是大家还没有，我们还没有特别分配，因为像你平常也是到现场我们才分啊。没有问题，是因为分配这个问题可以现场，但是备要就是昨天有备啊，是有备啊，只是他也没分配。分配就是反正一个逗点，一个逗点，一个逗点，就换一下一个，一人一段了，一人听他分配啊，叭叭叭，然后换他。那你备了什么？没有啊，是因为现在他现在中间他要分配，所以不要每次一直说我们要做什么。你就给李俊一代啊？对啊，给李俊一代。现在是太监，你还要当皇帝哦？那对不起，皇帝，我不知道，巴拉巴拉讲，请告诉我。顺哪个下自己算啦。讲他讲什么，他讲什么，我讲什么，然后换他。一个重点，一个重点。那你就听谢安琪讲什么嘛？那我问我的太监们可以吗？就是我不知道我要讲什么，你知道你要讲什么？就是我讲那个关于回馈粉丝那边。回馈粉丝那边哪边？回馈粉丝下一句就是你。对，就这样。就是你要听到我前面的回馈粉丝。不，我好奇的是，你有没有办法完整背出你那句话？回馈永远轮不到我、啊，你根本讲不出口。不是啊，现在就是听李俊逸的讲就对了。好，那你帮我带入可以吗？就直接录一颗就好了。对啊。然后你平常录的时候也是说说笑笑，卡几颗。对啊，为什么现在李俊逸站在中间，你们就要一直很敏感？不是他在中间的敏感问题，一个逗点一个逗点，我听得懂。但是来，你第一句话讲什么？好，不然这样子，我们现在照他讲，就是一段一段来，我们录一颗啊，对啊，你现在在录啊，一直录着。小学生是不是？老师问到你回答不出来的问题，就开始打擦边舞。你要你那句话是什么？就直接录一次嘛，然后录一次不行。好了，我来录，我来，我录了，来 rolling， 五四三二，讲啊，来啊，好，谁啊？好，准备了，来，来五四三二，大家好，我们是，好了，不要闹，不要闹了，舒缓一下情绪。你把，你分配，好，叫我。最后一段就是请你去散场，我去散场，我是劝你要散错场。
哦，那真的只能到这里哦，因为再多会爆掉 ，control 不了。好可怕！我觉得其实刚刚那样也就好了。他真的有生气到，我觉得很爽。又成功了，点到为止吗？毕竟人也好，不要轻忽自己。对啊，对，所以就这样。你先叫他，我去叫。对，好好。来喽，好，好啊，好，好了、哦，嗯，差不多了，好，来吧，要按一下，还没录啊，哎，对，那个上一课删掉了吗？还没，周末你去粘，我去，嗯，那等一下一样嘛，就照我们刚才瑞的，嗯，你到底，等一下他，你先讲，我要他，对，然后我说啊，你讲，我贵粉丝，我是真的一个，然后最后你就讲一个，我看。有坏掉吗？先看一下。先不要动，不用动，我来就好。好的。不用，没事。干嘛？打下来算。一开始那动刀机我已经敲好了，动刀造成大家麻烦。哎、啊，大家就叫我来删。你刚经过的时候，你直接过来删，你不会发生那么多问题啊？哎、欸，我，对不起，我要打岔。你们是今天是中邪还是怎样？集体疯了，是不是 ？OK 啊，今天不是我在中间，这是小事。那我把主权也交给香琪，交给李君毅。你们现在是在说我没有去删东西，我来删的话，你们会觉得 OK 的，对？那今天主权就在你们身上，我不知道我今天要怎样。我在旁边乖乖的，然后你们就开始给我摔两集。不是啊，我们拍片一直都开开心心的，然后你今天突然累积对脾气，突然脾气都爆到怎么样？累积、啊，你们是，我问你们是为什么要这样子讲话？你们是中邪哦！谁先开始？我用你谁先开始？你碰我干嘛？不，你好了，谁先开始？你碰我干嘛、啊？谁先开始？来碰我啦！谁啊？快点，快点！谁先？好了，谁？好了，好了。整理企划，然后今天就是主要想要整理。看得出来啊。然后相机的事情真的是我很抱歉，我很对不起。出乎意料的，对对对对对。我看得出来是你们有总摔相机吗？也不会吧。不可能啊。好，我知道啊，你们不会想要去摔它嘛？那东西还是摔到，对不对？简单啊，赔啊，一起赔啊，一起赔啊。不是一起赔，就是因为今天这企划是我想，然后这也是我失误，那我觉得不要牵扯到大家的头上，这样真的很不好。我来赔，你没必要这样。你们现在是集体接受，好啊，我觉得没有问题啊，反正钱是一样的嘛，你赔啊，那就交给你了。OK 啊，不是你不要一直针对他身上啊，因为你平常就是叫有想企划的自由度嘛，想自由度，自由度啊。如果这个企划造成一些失误，那就要全团一起来负责啊。为什么要我负责？今天我没有接受企划，大家的企划，为什么要公平？我有接受的事情啊，公平什么？企划有问题，那就是用公平来付啊，不然都不是人家干什么？东西谁想的？有脑袋一点吧！但是计划我想的东西，我问就是你的事情嘛！是我们在吗？对，刚刚先干嘛？好奇妙！这个计划真是我想的，然后我跟大家先说好，可是今天这个失误真是我意料之外，那就真的不要牵扯每个人头上，那我来赔就可以了。对，我来负责。你自己赔。对，十几万你赔。可以啊，你赔啊！刚才相机说他们今天要拍 EQ 大考验，嗯，对，然后测测对象是你，对，哦是哦，对，讲出来了，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做一点改编，对，那今天的内容主要是说我们一样拍片，但是我们在过程中呢会摆烂，不背台词，什么事都不做，然后把所有东西一起，没错，笑死了，还被骗到，我们今天的计划就是说有点不开心，慢慢的一点点的情绪跑出来，他觉得哎钓到鱼了，钓到的这么重，我又钓不起来，OK， 主要今天的计划的最后一环。假装要调相机，然后不小心把相机摔到，啪，镜头跟人搞真的摔了、啊。哎、欸，应该不少。先这样，等一下我们到处走动，再调。神经一点，反正最后你们两个要单打出手。然后等一下我们最后一段，你要三打一中，就把相机拿回来。你要摔吗？真的，你就在假装没拿好，然后你就只把镜头踩到。好，那我们就收尾了。
还是我们就换器材好了。对啊，我就全部摔一摔，然后我全部换电影机。